陈敏之呢日为 TVB 节目录影，一身打扮都好性感啊！不过比起早前敏之去旅行嘅时候影嘅性感泳装照，就当然系小儿科啦。啊，其实，我在泰国跟我的家人度假，我去那个hotel 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是看着佘诗曼阿 Sir 的design 的泳衣，去不是去游泳，就是去拍照，因为他的design真的很好，所以谢谢你阿 Sir。其实他已经送我很多了，有几套啊，我还没发出来，你们等着。咁去旅行嘅时候又有冇顺便做人追第二胎啊？其实一路都好想多一个小朋友嘅，咁但系咧都要睇下个天咧，又系成日都讲呢句，因为我哋想未必真系能够啦。咁但系而家就未开始计划嘅，即系不过我自己都想有多一个，系女就好啦，即系咁啦。